在楼下看灯光不行，因然为后我们调灯光太吵了，是吧？我屋里的灯基本都是他帮我打，因为他这方面比较专业，我大部专业分。打灯的童年。其实说心里话，让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很多人感觉说这个会不会这个画面很乱或者怎么样，但是我真的感觉到的一点是父爱如山，真的是这样。因为赵老师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大家的这个视线当中，代表现场的所有的兄弟姐妹说一下，真的是自从，反正我个人是这样哈，自从赵老师没有上过，不上春晚之后，春晚我就再他妈都没看过，就有这个魄力。好，来这样，我们先继续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流程，接下来的时间说不定啊，我们能让球球。把赵老师请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两句，让大家想念赵老师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还能再看一看这个跟我们的赵老师亲密接触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来看到我们的文静姐，包括我们的九局以及佳俊二。